干啥子哟？哎，莫急哟，急得脑壳了。哎，哎呀，啊，哎，大哥又在思考人生吗？不是，我在想下顿吃啥子。哎，那饲养员跑哪点去了？羊圈几天没扫了哈？哎，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噻，搞快点哈。两下给我弄完了哈，舒服点又去我打麻将哎。舒服。你陪我狗子爪子哟，个人没得吗？搞快点，两下把毛给我梳成头，哈儿我出去还要约两个妹子。嗯，就是那点儿，有颗渣渣给我弄干净。哦，那就帅了噻。快点出去，出去晒太阳了，晒太阳了，走走走。哎呀，晓得了，莫推了。哎，抓子，你莫急噻。就是那个一个一个的来噻。哎呦。嘿嘿，关了一天晒个太阳，舒服得很。哎，跑快点哦，听说今天早饭比较丰盛。哎，前面那个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啊，繁忙的一天又开始了，打扫羊圈，挨着给它扫干净。哎，爪子，全部带来点儿围棋，爪子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哪来吧你？哎，爪子，你不拖我噻？哎。莫拖我！放开！莫害老子！哎，你爪子，你不晓得缠得筋痛吗？快点走，兄弟！你看到他那几根条子没得？缠得筋痛。晓得了，晓得了，我来了。哎，我躲。屁股一甩，生活精彩；屁股一扭，顿顿吃肉。哎，爪子，你莫过来哈！哎，哎，你带我爪子放开，莫害老子！哎呀呀，脚跟给我扯到了啊！哎呀，你莫搬嘛，快点过来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莫搬了，来，过来过来，我。给你说个好事，过来吧。啥好事？你先说，先说，莫拖我脑壳。哎呀，脑壳给我拆昏了。哎呀，进去嘛，给你做个按摩，绝对给你按得巴巴适适的。你和我有那种好事？你自拔是想吃羊子肉哦？耶，兄弟几个都在说。兄弟们，吃饭了哟，跑快点儿。要得，来了，大哥，等等我。耶，大哥，你又长胖了耶，要过年了哟，注意到点啊。你说我先顾好你个人的狗子。